简单美味的鱼香肉丝，记住方法，轻松搞定。猪里脊肉先切片，再切丝。盐、生抽、料酒、胡椒粉、蛋清、玉米淀粉，抓拌均匀，腌制上浆。来点清油，防止结成一团。另外准备陈醋、生抽、料酒、盐、白糖、玉米淀粉兑水，调成万能的鱼香汁。把锅烧热，少下点油，下肉丝，中火炒至变白，捞出备用。锅留底油，下葱、蒜、泡姜、泡辣椒、豆瓣酱，中小火煸出红油，加胡萝卜、木耳、青椒丝，快速炒均匀，倒入肉丝，下准备好的酱汁，来点辣椒油，用潇洒的姿势炒香炒入味。你随手点个爱心，对我帮助挺大的，谢谢啦。鱼香肉丝为啥没有鱼？因为他用烧鱼的这些配料来炒肉丝，终于懂了吧。喜欢做菜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哦，点我头像旁边的加号就可以收藏活菜谱啦，主页还有更多详细美食等着你哦。抖音